我是公视及华视的董事长陈玉秀。2020 COVID-19 肆虐全球，造成很大的浩劫，改变了人与人、人与自然、人与万物相处之道，并在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。经过了一年的学习，人类应该更谦卑的自省与自律，我们重新思考并尊重大自然宇宙的运行，以感恩的生活态度共创未来和谐新秩序。台湾因为有大家共同的努力，得以正常生活、正常工作，这份福分得来不易，我们应该要更加的珍惜。法鼓山除夕撞钟，108 for all 为世界祈福。